盘点高考查分的激动时刻。渐难心智，点样笑啦？跟他走了，打了很自然，要不到吗？没有，之前没有预估到这么高的，是比较满意吧？就是有一些客户已经发挥到超过平常的。语文124，数学149，是150的哈。外语148，理综209，总分711。不要停止，不放弃，不回望，不负韶华，就向前浪。哇塞！啊！没了！你是救啊！这是啥子事啊？叔哥，坏了！我的妈！130，数学145，你139，一共852，总分659。259啊？嗯。